喂，什么？厕所没人打扫？这清洁工呢？什么？没来上班？行，这件事我知道了。行，这个清洁工。进来。经理。邢翠花，我问你一下，你啊，现在几点了？你看看来。怎么说不出来话了啊？这上午怎么没来啊？啊，为什么呀？经理，这今天上午不是我孩子有病了吗？家里没人。家里没人，这是理由吗？啊，那我问你，你请了几天假？经理啊，我请了3天假呀。那现在是第几天啊？现在怎么哑巴了？说不出来了啊？现在是第4天了，这上午有事，你为什么不提前打招呼呀？经理啊，今天上午临时家里没人，我要在家照顾孩子呢。这孩子的身体不好，这我一忙给忘了。行了，别说了，我也不想听你家里的事，我就想知道你为什么不提前打招呼啊？你知不知道你给公司造成了多大损失啊？啊，这你的工作，这别人替你干，那前几天不是群里发了公告了吗？今天有个重要的客户要到咱公司。经理，我没看手机呀。你没看手机？那你要手机干什么呢？啊，你知不知道你那个卫生区域差一点，知道不知道？如果咱那个客户他再早去一会儿，他会认为咱们公司啊没有形象，知道吗？经理，我知道错了，下次我一定注意。下次？你还想有下次啊？我说邢翠花，你的意思是不是这个工作你是可要可不要啊？啊？经理，没有。我能干。我算是看出来了哈，这前几天给你涨了几百块钱的工资，你是嫌多了是不是？是不是嫌烫手了啊？行，既然你嫌多呀，咱们呀就罚款1000块钱。什么？经理，你不能罚我这么多呀，这我家里孩子病了，我婆婆在乡下还没来呢，这我婆婆一来我就来公司了。我不想听你解释，你这么一说我还忘了，你这还算旷工呢，再扣500。什么？1500？经理，你说我这一个月的工资才多少呀？这谁家没点事呀？经理，这我家一家老小还等着我的工资养家糊口呢，你不能这样啊。经理，我求求你了，这我孩子还生着病呢，还需要钱呀。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，我不想听你家里的事。这就是你不遵照公司规定的惩罚，这个惩罚是我下达的，如果不乐意滚蛋。经理，我就一中午没来，你不能扣我这么多钱呀。经理，我求求你了，你不能这样呀。一中午没来，你自己看看现在几点了，3-4点钟了，马上都下班了，赶紧滚。经理。行了，你别废话了，你这样还算好的，没有被合作伙伴发现，如果被发现了，因为你咱们这个生意黄了，我告诉你，这就不止1500了，几万块钱都不够，知道吗？还有，你知不知道现在这生意多难做呀？啊，赶紧滚蛋。经理，你不能看我走呀，我不能丢了这份工作呀。快给我滚，听到没有？滚。这人人啊都像你这样，这公司啊还要不要了？切！我怎么办呀？我不能丢了这份工作呀！我这一家子人还等着我挣钱呢，如果没有工作了，我这一家老小怎么办呀？咦，
那不是翠花婶吗？在那儿蹲着干啥呀？婶儿，翠花婶儿，董事长。翠花婶儿，你怎么在这儿蹲着呀？董事长，这我家的孩子病了，我这中午没来，这陈经理一下扣了我1500块钱的工资呀！你说我这孩子还生着病呢，扣我这么多钱，你说我该怎么办呀？什么？陈经理竟然扣你工资，扣了1500？是呀，董事长，你说我这一个老太婆挣个钱也不容易呀，我这孩子在家还有着病，急需要钱呢。这个陈经理，行了，翠花婶，你先别哭，这个事儿我来给你做主。你看外面天气这么冷，你呀先回家照顾孩子行吧，这个事儿我给你做主。行行，董事长，谢谢你，你人真好。行了，翠花婶，你先回去吧，照看孩子要紧啊。行行，慢点啊，翠花婶。这个陈经理竟然在我不在公司的时候这么横行霸道，不行，哼，我得去公司一趟。这个陈经理上班时间人都不在啊，去哪儿了呀这是？哼，行啊，这个陈经理啊。陈经理啊，原来这下面的人给他上报这么多东西，他都没有往下面批啊。哼，这个陈经理也真够可以的哈。哼，十万呀，刘明啊，这个事儿啊，行，我说的算，反正我们公司啊，我说的，不算。董事长，董事长，这你怎么来了？你不是在美国吗？我说陈经理，如果我不来的话，你会把我的公司搞成什么样啊？这董事长，这没有的事儿。这自从啊你走了之后，这个办公室啊我基本就没待着，就去下边视察视察。这看我这一天忙前忙后的，就想着为董事长分担点工作嘛，是不是？我说陈经理，你蛮会拍马屁的嘛啊！董事长。我这说的呀都是实话。陈经理，你给我装什么装啊？这到底怎么回事？那翠花婶儿，你为什么扣她那么多工资？我可听说这保洁员一个月也就3000块钱的工资，你一下扣她1500，你还让人家怎么生活呀？这董事长，这不就是一个保洁吗？这你至于生那么大气吗？一个保洁？陈经理，哼，不管什么岗位，他只要在我公司，他就是我的员工，我就要对他负责。你到底怎么回事啊你啊？不是的，董事长，这是啊，对了，他迟到了，我在惩罚他呢。你看这迟到对咱公司影响也不好啊，是吧？迟到？陈经理，翠花婶都跟我说了，他迟到是有原因的，你为什么要扣他那么多钱呢？这，董事长，我这不也是为咱们公司考虑吗？这他差一点耽误工作，影响我们的生意啊。陈经理，这规矩是死的，这人是活的吧啊？你一下扣他这么多钱，哼，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那些钱去哪儿了，是不是全部落到你腰包里了？董事长，这没有，我怎么可能会是那种人呢？陈经理啊，你是什么样的人呢？你自己心里比我还要清楚。刚开始别人跟我说，我还不相信呢。啊，今天我看到这些，我才知道。这些，董事长，这些啊都是那些员工瞎写的，他们胡乱写的。胡乱写的？陈经理，你不知道一句话吗？苍蝇不叮无缝的蛋。这。行了，陈经理。你呢也不用多说了，我们公司不需要你这样的人，你在我这公司早晚也会给我搞垮，你赶快给我滚蛋，领了你的工资哪来的滚哪去吧，你我们公司不欢迎你。
董事长，你给我滚！赶紧滚！知道了。我告诉你，以后别再让我看到你。早知道我就不扣他工资了，这现在倒好，工作也没了。像这样的害群之马，一天都不能让他再来公司。